每天大家，都甲大个人开头一句就是心嘛、啊，心灵意识就是咱一道地，咱的道地哇，是毋是有？大家好好该清扫、清清气地。 污染也无，请大家把家己内心度定啊，时时爱重要。所以啊，前面啊，咱着讲安怎样才会当，予咱个心清净，而且去掉种种个。 烦恼、短地种种的苦难啊，六道轮回啊，人间一切的疾苦，要安怎样去的呀？佛陀已经呢，真明确，给人开始，咱来用心听，那听入了。 说法一声，将法入地心灵，将心中的用地吉祥，安尼呢？难道会当去除尽在烦恼？会当吸收成长，尽在一点会啊！只爱利物，塑性。 入心啦，这些对新闻所说的话，咱现在是毋是有到新闻的境界无？真正用心伫咧听话也无，法呢？有入咱的心，在咱的内心道场在咧净化。 一切人事物诶烦恼也无，咱来定定，问心啦、啊，抑个，根基若个较悬啦、啊，佛陀就会对机说法，讲，甚至因缘法，若就是欲安怎。 互咱国家特点呢？怎样是生命的来去？互咱了解呢？甲父母诶姻缘离开了老母诶胎，那甲一个世间啊，人事物所接触诶点点，一直教给老百姓，真呢？ 从咱内心的过程，甲生在人间的现在，抑搁有未来要大气的，不多已经呢，用十日姻缘，甲咱解说，继续啊，咱啊用心听。 就已经解说了，咱安怎么来，安怎么做，安怎么将来的启用，咱应该都真清楚啦。这就是爱，用心发力心嘛。那时时呢，在咱的心中警惕力、戒定慧，知影。 到底我按怎来？我现在伫这个人间啊，我应该按怎改？该做咱爱自我警惕，人生无常啊，基的人心啊，现在也问了佛法，咱啊，无把握伫现在。 去行动，那无常啊！时间是挡袂掉的，分秒一直过啊！无常呢，一定呢不近来，难讲会应的。无把握当下该做的呢，要赶紧做。 在日常甲大家人在,在生活中，该忏悔过去，彼此之间有虾米过未过无？也个有烦恼，藏在内心，即叫做过未过。的、啊。咱对某一个人，有虾米款的见解，无欢喜的。 抑个伫心诶，即就是歹诶因抑个伫咧。咱要安怎样呢？赶紧啊，去消除迄份曾经有过、曾经有过啊彼此之间过未过诶烦恼。现在咱知影发啦，咱也会当及时呢。 啊，找来讲话，讲讲呢？我对不起你啦！我捌有阿尼阿尼啊，我对你有一点仔误会啊，起码咱来解错，解错了啊，就无咯吼。感恩哦，彼此之间啊，共助和睦。那阿尼呢？现在都已经消业啦，即、这个业。 伊个呐都袂过去带了来世，所以一生中啊带着过去生诶业来，一直到一世人老死了，这中间咱若知影，诶，爱赶紧去滴，这都是啊，伫咧滴，咱诶内心道场的垃圾。 咱爱赶紧自我庄严，互咱诶内心干干净净啊，无一点污染，无有一点嘛的烦恼啊！真诶，则是佛陀来人间啊，为大众说法诶目的，希望人人会当了解法力心嘛、啊。 安尼叫做开悟，哦，那、嗯、再叫做悟定。所以啊，这前面啊所讲的四体十二缘呐，那无量义经嘛是安尼讲啊。离、啊嗯啊、开了咱的心又，又互咱知影呢？入林军中，无不都是咱的道场。 但是，各何人了解呢？初降心清，十二因缘，佮开始。佛多数讲诶十二因缘呢，就是永世不明，两病殊定，明日即行啊，可即即功，这样。 互咱了解了十二因缘了后呢，咱就会当甲咱的心洗清净咯。因为呢，心诶污染来自无明，逐工都伫咧讲无明啊，伫咧担心啊，安怎样？甲无明起除，互咱一个清净无染诶心。 当然，咱来阳光，咱爱洗涤，遐无名无名，就是烦恼啊！咱毋通带着即个无名烦恼啊，到个老病死，因为人人都会老啊，人人都会病，人人都会死哦。确实呢，毋是这世人。 老病死都结束役役做做啊，咱抑个有啊，带着迄分，善恶业缘啊，又是搁在做作业，耐心耐性，即种的牵引呐，即种的看破了，对吼，那真正是苦不堪啊。 亲像安尼，搁再大气诶呢，吼、哦，明日即行啊，可止即个，即种诶烦恼因缘呐、啊，结束了即世人，还是共款诶牵引到来世人去哦。 那就是毋免讲到来世人，就是讲伫咱今生出世，烦恼若无伫啦。听到即个法，是毋是因因法咱了解啦？咱即马都爱赶紧解伫啦，才未搁有即种明觉，即生才烦恼呢。安尼伫咱的心啊。 一句话讲，叫做心“心广花多”。哈，我看到你都目花多啦，那看到你的心就广啦。真、這個、呢，就是结局无好的缘啊。”所以，咱应该即码都要好好来，用即个十二姻缘来法，或者是塑性体。 但了解了后，但爱赶紧啦，消除无明烦恼，因为呢，唔通個等待，时间，唔等、哎啊、人。嗱，无常必近来，但係赶紧呢，係如久脱籠啦。逐工伫咧課上，咁就是讲。 动量无常，如救脱人马。虽然爱赶紧，迄个火已经烧到目眉门来咯。哪敢会当无赶紧拍火呢？这就啊、是，咱爱真谨慎啊，普贤菩萨都安尼甲咱敬贴啦。何况讲佛陀呢？会用心，互咱速体法。 可咱十二因缘法，咱会当无下功夫吗？咱会当无严谨正见，好好来清理咱诶内心吗？所以啊，佛道呢，再世诶时啊，伊诶僧团内底，共款有安尼诶出家人，各形各色都有，一位呢名称啊。 叫做中农被穷，他一己家阿妈都是感觉讲爱独住啦、独行啦、独立啦。定定呢，都、就是赞叹独住，赞叹独行，亲像安尼啦。对啊，人群中拢觉得真无好诶，言啦，真孤僻 比丘啊，就来向佛陀讲：我、哦、这里正派到的，一位比丘，而且呢，到处都讲啊，那修行啊，都爱家己单独、独自独行，造成了这个僧团啊，团体的困扰。 佛陀都甲讲来，你叫伊来啊！真正中路变桥来个佛的面前咯，佛陀就问：听伊讲，你一直都是伫咧赞叹提倡，爱独住独行独处，是毋是安尼呢？啊，是啊，我以为呢修行啊。 就系了脱一切，知影因缘啊，安尼伫咧看破啊，攀缘呢，啊、哦，真辛苦。我为要解脱，所以呢，我爱独自独行。我陀都讲，来，我国有一个，国比你的独自独行的法啊，更较妙。 啥物叫做独树独行呢？就讲啊，欲本暗黑啊，来欲不弃，现欲不现啊，无我我所，断欲自欲结。真诶，这是修行啊，上重要啊。本来呢，咱诶心都是真清净，欲。 本,感觉本来就无有，染，有啊，只爱的爱，会爱起过去所修行的，所有的即个爱欲，拢总是干枯掉了，无过有即个爱欲的水啊，咱拢已经的加爱气的啊。那欲念伫咱的面头前都、就是陷阱。 咱未去伊受这个用，可咱有运气，所以来用不起，就是欲念的境界伫面前，在咱的心，嘛，未去了吗？这都是你修行的功夫咯。可再现欲不生啊，来欲不起，现欲嘛未生啊。 咱诶内心，每一个事情呢，都无去生起了非分之念嘛，无我我所。但一切都是伫自然中的生活，无有,有咱特别爱去追求诶物件，这才是真正常。咱的道心伫人群中啊，咱彼此呢爱。 断掉了疑怀疑啦，咱爱助长日本，毋通怀疑啦。所以爱远离啊，万里在家己独处独行啊，啊，要离开人群，即种诶念头毋通有啦。最好你都爱灭除了，内心诶无名。 所以，啊，各位菩萨啦、啊，咱若要修行，就是爱安尼修。咱会晓选择伫人群中，是一个修行好诶人群啦，爱互相勉励，促进入群。那咱所欲远离诶呢？想欲念，所有诶欲啊，在咱诶面前。 那因有阮诶内心呢，每一个时刻都欲念众生，若离开在欲念诶人群，若侵入清净诶观众，安尼呢，这则是阮诶真实道场。各是非是。 就是正直、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行的人群，咱必定爱道理。非呢，那就是、啊、烦恼众生啊，多有不起，好多有拢无该地，这叫做非哈、哦、错误烦恼群众。咱伫修行中。 啥物都也个唔知，那咱最好呢，都爱离开迄种是非无分诶人群呐。那咱也会晓分别，啥物是是，啥物是非，啥物是咱爱赶紧身体力行，所以爱庄严咱诶心灵道场，污染个毋通入来、啊、清气诶呢？ 那发啦难爱入呐，所以庄严内心的道场是真重要的啊。《法华经》内的啊，那接落来这段文就安尼讲：时时天乌曼多罗花，摩乌曼多罗花，曼殊沙花，摩乌曼殊沙。 花，这里就是庄严道场啊！一月定名佛讲经了后，自然的佛法讲了后啦，伫日在定中诶时阵，迄当阵诶道场哇！正庄严，天有万道落花哈。 无屋万朵落花，万朵落花就是色欲的花啊！即、这个花安尼将天降落来，互咱的心呢？真色欲，心呢无去烦恼吼？即个就是这种的形容，毋是真正的天吼，甲花安尼散落来。也哪有呢？ 应该就是讲，佛多说法伫迄个树下，微风一吹啊，那树叶安尼散落来啦。实在是呢，有树的花呢，吹落了，这个花瓣落来。安尼迄个环境啊，哦，让人感觉真欢喜。其实这是咧讲法法呢。 真适宜，适宜就是，和咱的心真清净，真多好，袂寒袂热。那和咱呢，在即个环境中呢，感觉着真欢喜，无起烦恼，叫做适宜吼。万事沙花，无屋满树沙花，叫做柔软。 花，唔只是互咱的心适宜，都多好啦。啊，这内心呢无有烦恼，国再呢，互咱感觉到诶是真温暖啦、啊。而且呢，啊，真欢喜迄、那个柔软诶花吼。这都是啊，大花甲小花，适宜甲柔软。 啊、形容嘛是形容这个道场啦！咱爹娘拢讲心花怒放，吼、哦，啊意思形容就是说看到的吼、哦，和咱心情欢喜啊。看到啥个呢？好、啊、看到呢，就是、啊、色欲花甲柔软花，大大小小呢，安尼健康日。 对呀，啊，善在佛像，不只是敢那一佛的范围啊，也搁在大众中，这和大家人呢，甲心佛啦，众生呢，已经降一个境界咯，吼，用在伫迄个境界中啦，那普佛世界。 一块定名分，去当阵伫咧讲经诶是，共款是安尼诶场面，记性诶咱开头讲法华经诶是，解说六成珠，还是共款诶？共款有这段文呐？共款有些，四种花呢，从天而降，散落在释迦牟尼佛。

嘛是解释咱的心意啊，所以咱也看到有诶讲啊，很震撼，真感动。咱那是看到真好，听得真微妙诶话。哦，我听到一句话，真震撼。或者是有人伫咧讲啊，我过去做虾米代志啊？哦，足感动诶，同款啊。 即种诶感动，会震撼人心。这六种震动是咱诶心起用，会摇吼。那互咱诶心呢，会当将过去诶烦恼啊，安尼过诶真倒数甲伊经调。吼、哦。那看着狗啊，还是猫啊，无、啊？那有诶呢？ 水，该洗身躯洗洗洗洗咧，那伊家己呢，就甲身躯个水呢，安尼海海摇摇咧。若就是，啊，甲迄个水啊，啊，共款海掉去吼，共、哦、款的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心若是有烦恼啦，那,那听着话了后，咱嘛是爱，俗话解安尼震动一下。 那，互咱个，迄个烦恼无明啊，安尼伊腰顶重啊，就亲像咱迄个桶啊底的水呢，垃圾咱洗好啊，要摒掉呢，嘛嘛都要甲拉拉咧吼，互伊诶迄个沉落去诶，垃圾，共款会浮起来，桶啊水则倒掉去，一骹桶呢都会当清净。 清静的汤啊，才会当搁再滴着清静的水啊。这些、啊、六种震动过去有改水啦、啊，那现在呢？另外用一种的披露，伫咱的心中啊，的烦恼完全呢，哎，赶紧甲伊改掉掉去吼，咱、哦、应该温缓呢。 爱感动，爱震撼，吼、哦！那这正是咱真正文化有所得啊。心爱真适宜，感觉真柔软，吼、哦！那有的呢，过去的烦恼爱赶紧倒数该去掉，这才是咱文化的目标哦。六种震动，那就是去世间。 为伊成就，适于今日啊！释迦如来说法是动、嗯、啊！其实这六种的过去呢，已经用真长的时间解释啦。那起码咱都知影，即、这个气世间啦，就是有形有物的物件啊，完全呢会震动。但是呢，我以为呢。 是咱的内心爱动荡起来，毋通再讲吼，安沉水着吼，若、哦、听话啦，还是未觉醒啦？无觉醒呢，就是抑个伫咧困啦。所以应该呢，爱觉悟，爱震撼起来吼、哦，这是内心的世界，毋只是干啦，替世间嘅危机。 那气世间的位移，就是恁伫遮坐，坐甲逐个人真有位移。好，我伫遮坐，那彼此之间呢，就是讲法听法，即、這个道场呢，而且气世间啊，安尼讲的讲甲真认真,真，听的听甲真入神，真、這個、呢。 叫做气色间，哈，你看会到，我看会到，啊，你感觉会到，我感觉会到，即种呢，世间一切有形感觉的呢，这叫做气色间，真个为已成就，那在这个道场啦、啊，也为已拢真成就啦，就是分呢。 啊、哦，准备这个说法的因缘一滴一滴呢成就起来啦。吼、哦，时至今日啊，释迦如来法、哦、在在说法是同哈，这即码所伫咧讲诶是一个是文殊菩萨伫咧形容啊，就决定明佛一道定啊、哦，所以。 日月灯明，佛迄个道场，甲现在释迦佛诶道场，共款啊，迄、那个处世六种震动吼，若、啊、也是六成就诶处世呢，拢共款哦。若、啊、再来讲吼、啊，你是会中，除了比丘，比丘尼又破性又破意啊。 古天良牙车，肯踏步，哦修龙加牛龙，金那龙磨河路溪，人会人急住烧王，专轮圣王，顶行很多对机呢，来人间一大事，姻缘，无非呢，就是开始。 众生，其他众生也当通互饿入啊！即是一个真殊胜诶道场。除了人间四种地主啦，出家甲在家四种地主以外，抑个有。伫人间虽然也无皈依啦，但是呢，嘛是。 来随喜听法的众啊，啊，各有佛法吼，那、哦啊、有人间的佛法，有天龙八部的佛法，诸天佛法，拢总诶，教位啦。所以，在大众啊，四众大众的味众友吼，欢喜合众。 一心关佛，所以这不管是诸天龙王八部啦，或者是人间的所有的人，逐个人呢，所得到的欢喜啊，未情友，到底得咧欢喜啥？只是伫迄个道场的内底啊，逐个人坐清坐来，看到人人呢。 用功正进啊！大家人共同等待在这个所在呢，特别听佛说法，开个道场，会欢喜。大家人真虔诚啊，欢喜合掌，一心观佛。大家人的心啊，真正的好责，心无杂念嘛，那清净了。 一切诶心欲吼、哦，那真自然呢，甲人群合一啦、啊，真诶，就是最美妙诶啊，道场，也是最美妙呢心灵诶道场。咱爱知影，心灵诶道场呢，著、就是啊，静欲不生，好欲不起哦吼，那。 安尼呢，心一片的宁静。这，比方吼，啊，我要继续人滚啊，更加重要。继续人滚呢，真正的高票，这也就是一种的执着。虽然爱气的执着啦，无我无所吼，爱无执着，这则是真修行者。哈，请 内心的道场，要好好清理，发唔通漏掉，烦恼唔通留存，请大家啊，时时都。